到达战场，有一定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收到。古老剑的你只要让我装备成型，我伤害真不低啊，老铁。你白基础伤害还是有一点的，只是加成给的太低了。李白这 AD 加成太低了，你知道吧？李白基础伤害还是有的，就说李白四技能一套秒人，知道吗？我感觉 ADD 的打野都可以出那个肉盾，你看韩信就是 AD 加成很低，韩信那平 A 妈 AD。可能这个二技能平 A 伤害都没多少，请求集合，打不过就出肉呗。对，或者鞋子卖掉换个破军，看看爆炸，只要对面踩了圈照样秒啊！我勒、那个都两个意思。这些我也过不去啊。我靠，这蓝开我在进他蓝区了呀，我感觉。但我刷得很慢，也不一定能进。发起进攻了。老子这么装吗？收到，技能正在冷却。哎，我操了！应该早点交一的。走着走着，那男来了。收到。不是，这塔下开个二级坑，我的大刀刮不动了，出猪猪也刮不动了。技能正在冷，收到。来晚了，他们要不该打那个三角。技能正在冷却，技能已经好了，收到。这狼要咬人了，锋芒无益，收到，请求集合。没关系，这把会出手的，还大刀正在冷却。这把肉里白会出手的，肉里白打龙是真的好打，这是我说。别的不好说，打龙是真好打，根本就不怕龙的，跟以前宫本打龙一样。宫本能把他火龙躲掉，我能把火龙斩掉，我里白可以把他火龙躲掉。这咱打了，我发现打不动，我跑路了。这里的人们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只要对我补点伤害就行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我得救他，撑住啊，兄弟。防御塔正在开始，与车出击，令有 slain 的 enemy，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 发起进攻，收到，请求集合，发起进攻。手下战王，哎呀，不要被这种影响了，他们要点这样打，他不在路上吗？
受影响的，就是壁画太多了。发起进攻！他妈跳到一段挂七十七笑了，我死了！都给他击掉了就死了。怎么一直刮你啊，哥们？玩的时候笑了没？打板。这波出输出根本杀不完，我只能说兄弟。打完昭君打完昭君一趟没秒就直接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把输出就不是这个结果了，是不？这昭君秒不掉，人家附加输出装置秒不掉的。哎，我靠，脚早了，牛魔的。没看清血条，被我挡住了这个血条。你肯定还没 buff。你回一个。哎，我靠，完了兄弟。啊，毁了呀！我靠，没有队友了吗？差点嘎了，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路就在脚下，来了来了，兄弟来了来了！哎，好拖啊，兄弟！哎呀，好拖，兄弟！解决了我摸不到你的问题，兄弟！解决了我不能包老头的问题，玩这个大招，我这一技能给你拖，兄弟。你们两个很，哎，我操完了，妈三贼大同分也换，我靠，为什么？哦，上了那个，给他控制，他就死了。我先冲，都不要跟我哥抢，我先冲。路就在脚下。哎，打龙是最好打的弱光女孩，你喵的，这龙打不死我，然后我还能秒他，你知道吧？我能秒龙的，随便秒龙。真伤、误伤、法伤、三混合拳，你以为呢？
来爆炸。那不再也不用红刀掉分了。无论哪个角。我不会卖你的，兄弟，我不会卖你的。嘿嘿，我要回个家。请求集合。来来来。不要怕呀，兄弟，怕什么？路就在脚下。完了，没完没完！哎呀，他敢差点被人救了。哎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提紧提出啊，兄弟！你妈的熬夜，你妈的熬夜！哎呦，我操！这控制确实有点恶心。哎呀，得走了，得走！他有真伤。哎，这波秀走开慢了，他有真伤，得走，得走，得走！他有真伤了。漂亮！哇，这控制控的我真是服了，控的我有点爽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没有交易技能啊！我靠，我忘了。哎，我们交易技能，我傻逼了，我怎么直接传回来了？我他妈输太多，头脑不清晰了，有点。10-0，把队友都放出来。妈的，咱队友太能叫了。霸子还没出来，霸子出来才能完全清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哇，我的压迫感懂吗？别招闪现。我有血手，我感觉我可以给他喷。发起进攻，开始撤退。哦，那个烧钢啊，这波得卖他呀，那不能卖。路就在脚下。哎，不是我回的吗？发起进攻，开始撤退。请求集合。你救了孩子。哎，没有助攻。哇，你们怎么全死了，兄弟？我再熬五分，好牛逼！我赶紧洗，结果他们要接龙了，我可能要出来了。开始撤退。完了，兄弟。哎，我操！我被冻了，我13800的血。我的护甲又不高的。
输出里来说话，输出里边。说话，这把素材局，对面职业哥，摸了个烧钢啊，这把是真抽象。